我们这充其量那就是毛毛雨的规模。你带着全公司的同事，为了一个菜园子去冒险，值得吗？你们怎么卖假货呀？你搞错了吧？我们从来没卖过假货，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不可能啊？那人说是你们家亲戚。我们家亲戚就长什么样啊？个儿不高，挺丑的，长得贼眉鼠眼的。哎， 铁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说我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听说林深又回来竞选了，那行不行啊？哎，那你说咱们村子除了林深，还有谁更合适吗？只要能带大家赚到钱，那选谁不是一样的吗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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